肖墨，这是承诺要送给你的影集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都会披上保护色，才能更加的安全和自信。可是有时候，我们却只有卸下它，才能活得更舒适、更自如。祝愿你飞得更高、更好。我马上要去马来西亚做一个外拍，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见。李延斌。一抽就抽中了，你跟吴理做第一批观察员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这叫缘分，懂不懂？嗨，你是不是动用了你的特权？哪儿来的特权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有特权，我第一个就把你和于姐绑在一块儿。哎，你还在为去游乐场的事情生气啊？你那天早走，你都不知道那个于姐把我修理了有多惨，她简直就是一个女魔头。哦，对了。我把于姐介绍给你做女朋友的事情告诉吴迪了，他还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呢。你把这事告诉吴迪了？这次救灾你表现得非常不错，当然下雨也不错。啊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在林亮那特意为你记了一大功。谢谢雷董，我都记心里了。我还有件事情，夏雨通过了各项考核，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飞行员了，此事你怎么看呢？夏雨这孩子在航校表现是真的不错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，而且这次救援还因为救人负了伤。哟，卸下保护色，挺了解你的呀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就是普通的飞行员和乘客的关系。是啊，那吴迪知道吗？他就是因为这事儿跟我生气的。哼，不生气才怪呢。我都感觉你对他有好感的。不是好感。我跟他不熟啊，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，我有什么想法，他一眼就能看穿，感觉很有默契。我只是单纯的欣赏他而已。欣赏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一见钟情呢。真的只是单纯的欣赏。我不管是欣赏还是喜欢，吴迪一定感受到你这种情绪。而你对他的欣赏正好是吴迪没有的，如果换成我的话，我都会紧张生气啊。
啊，不过这种生气更多的是对自己，真的。所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保护色，卸下保护色，生活会变得舒适。你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对无敌卸下保护色呢？真没想到那么一天，你做飞行员，我做空乘，无敌，为你感到骄傲。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真的会变成一个飞行员，感觉好不真实啊。是吗？嗯。那你跟肖默在一起也是在做梦吗？如果能飞同一班就好啦，不过我查过班表了，并没有。都当了飞行员了，还怕没有机会啊？时间到了，出发吧。嗯，去巴黎吃大餐。好啊，我请客。要得。咱俩两杯那个行吗？啊，行。两杯咖啡吧。嗯，好的。美式咖啡。好。哎，任机长，走。哎，肖师兄，你也飞早班机啊？对。我跟你说，肖副教今天飞国内早班机可辛苦了。我今天飞巴黎。不可能。你的航班信息我是确认过的。飞行员值班调动很正常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对啊。来，咖啡。你的咖啡，二位的咖啡，拿好慢走。Good luck。可以可以。肖副驾驶，刚才很明显有阵乱流，为什么不风切边域检啊？
法国百事通，一会儿带我吃什么好吃的啊？自己上网查去呗。这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呀？哦，无敌就带他吃巴黎美食，到我这就自个儿查。那不然呢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呀？我就想问你，你是不是相互派来整我的？要不我们坐船去吧？刚才说要吃饭，怎么又划船去了呢？哎呦，我不用嘛，走嘛，划船吧。我不去。你不会是彻井伸井想起塞维利亚的河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你说我还忘了，就是因为你上次我所以这一次借此机会我给你赔个不是。走吧，划船我请客。哎呀我不去。哎呀走吧。你松手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哎呀，我告诉你男生都不听啊，你松手松手。我未婚你未嫁有什么关系的？是你未婚不是我未婚，我告诉你就这样你永远都结不了婚。我不去划船。去嘛，我真的想去。放手。你去不去？ 我不去。去不去？不去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巴黎，我要在这儿叫一声非礼，你们知道后果多严重吗？你叫啊。来来走，我买顶帽子去。一个人在这儿啊？等你啊。等我？就站在寒风中吗？嗯。他们呢？微微说肚子饿，夏雨带他去吃东西了。那你饿不？你说呢？走。吃什么？我想吃汉堡。麦当劳前面有。现在早上没有牛肉了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要不是你磨磨唧唧耽误了时间，我们能赶不上船吗？不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你自己倒霉吗？我跟你说，这艘船的票早就卖光了。是，是我倒霉，跟你出来我一定倒霉。你这个倒霉蛋！哎，你怎么说我呢？我告诉你，幸好我没跟你上去。上去不定怎么整我呢。嗯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戴个围巾戴个帽子跟一个孤寡老人一样。我要不是看着你可怜，我才懒得搭理你呢。大老头，大倒霉蛋。说谁呢？我告诉你，知道这里巴黎多冷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看我这样能像那样吗？吴迪，嗯，其实呢，今天来，我有一件事儿想要跟你说，嗯，是关于李延冰的，嗯，我承。
叔，你这个月破产了吧？买那么多名牌，给叔叔阿姨的。肖墨买的，我妈喜欢大牌啊，而且免税。哎呦，肖墨可惨了。惨喽惨喽，这大牌的女儿可养不起哟。什么啊，我自己也可以买，是她要表现嘛。好看吗？超好看。哎，说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很贴心啊，现在都已经开始想他了。韩风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跟陆许文他们喝一杯咖啡，累死我了。我们头过两天就生日了，说大家给他办个生日会，烦死了。哦，对，老婆，你最近在用什么保养品啊？自然堂。怎么了？啊，没有，陆许文他老婆在问说你在用什么，说让我帮他推荐一下。是陆许文的老婆，还是别的什么女的？你别乱说啊！你可以现在就打个电话给陆启文，边上还有很多人都在，你可以随便问任何一个人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老公，去洗澡吧。干嘛呀？我已经测过了，今天是本月的最佳受孕期，过了今天还要等一个月。不，老婆，我刚回来，让我坐会儿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快去了，我陪你一起洗。肖局长，麻烦你几匹八两拐冻。是肖大机长，几匹八两拐冻的天气预测。谢谢。轮岗到签派室了。还有我呢，肖大机长。肖大机长只有我可以叫，你叫什么？不叫就不叫呗，谁不知道你俩现在正打得火热呢？怎么样，签派室还是比较舒服的吧？于杰跟同源啊，现在正在地勤，早上给我发了好几通微信吐槽了。哎，那罗东跟夏雨在机务部做维修，那不是更辛苦啊？没办法的，这是每个飞行员的必经阶段，你们都要经历的，早晚而已。我的天哪，白天轮岗，晚上本场飞，这苦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？好了，不要再抱怨了，这是每个飞行员都要必须经过的嘛。我倒觉得挺好的啊。你俩可是挺好的。贾工啊，这个你看一下，我是真看不懂，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说这些飞行员，他非要写的龙飞凤舞的，真是看不懂。这不有两个飞行员吗？哎，你们两个过来一下。你们帮忙看一下吧。写的什么？我是看不懂，你看看。这写的估计是发动机传震，发动机出毛病，我们做维修不能靠估计，我们必须要检查出来，把你们看到的毛病都得以修正，才能让飞机上天空飞。那怎么办？两个方法，一，找机长问清楚；二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彻底的检查一遍。彻底检查一遍，
那不是要浪费很多时间啊。所以啊，拜托你们飞行员高抬贵手，你们以后写清楚就好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向飞行部反映一下。小夏总。哎呀，陈总，我在轮岗呢，叫我夏雨就行了。明白明白。怎么样，还适应吗？嗯，还可以。张工程师啊，这两位可就交给你了，你看怎么安排合适啊。来这儿就是工作，我不懂什么合适不合适的。说到底啊，这两位是飞行员，轮岗就是观摩一下，就是各方面长长经验，长长见识嘛。行，我明白了，不是每个飞行员都像肖梦。人家肖梦来的那个时候啊，派什么活干什么活，有时候啊还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呢。没问题，只要肖梦能干的事我都能干。啊，这里呢就是新人来的必经之路。这什么？请你电饭煲。你真的要跟我爸妈吃饭啊？对啊。你还是有点担心。别担心，我穿了防弹衣不怕的。我没穿呀。你是亲生的，他不会打你的。他会。嗯，鬼啊。嗨妈。你不回家你做什么？要准备要回家了。阿姨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我们想请您和叔叔一起吃个饭，可以吗？哦，我最近都比较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。再约吧啊，拜拜。哎，有时候吧，我真是特别同情你，也不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，跟一个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在一起。怎么过来的？平平淡淡过来的，居家过日子，其实没有绝对的正确，有矛盾太正常了，立场不同吗？怎么办？大家只有理解包容。吴教授，我又不是你学生，不要在那边讲大道理好不好？什么理解包容啊，就是偏见。明明说答应我跟肖莫在一起了，还这么对人家是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答应是答应了，但是真正接受还需要点时间过程。那要多久嘛？天荒地老了。有爸爸在，放心啊。哎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嗯，就等你了，坐吧坐吧。嗯。先喝点汤。怎么？没胃口啊？没事，吃吧。要不这样，找一天咱们出去吃吧，换换胃口。可以啊，
反正我最近没什么。拜托你，你就别叫我小夏总了，在这儿你就叫我夏雨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这大中午的，你不去吃饭，你在这坐干嘛呀？吃饭？我这上午工作没做完呢。我怎么听说，他们给你安排的又苦又累的工作？这都难不倒我，肖默不是这么过来的吗？他行我就行。行了，您忙您的去吧，我歇会儿。那成。怎么样，在钦佩市实习还习惯吗？习惯，钦佩教了我们两个很多东西。那就好，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在飞机和书本上是学不到的。确实是，我之前啊刚跟一个前辈学了一些人生经验，是有关于生子的人生经验，你想知道不？任机长，是吗？我觉得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飞行上比较好，如果你不达标的话，我一样不会让你过的。是任机长。叫我任教官。是任教官。今天本场飞是吗？要专心不要分心。不会分心，因为今天本场飞之后要去吃一顿大餐庆祝。哦，是啊。今天航路上天气也不错，应该不会晚点吧。而且是我开飞机，包你们晚上可以吃一顿美美的大餐。谢谢机长。怎么样，可以走了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任教官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啊？亲疏有差嘛，懂不懂啊？涛涛，来吧，你都瘦了。哎呀，只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，速战速决吧。于姐，你干嘛掉坑里去了？甭提了，有一乘客呀喝醉了，于姐呢不让他登机，那乘客就直接吐他一身。啊？哎，这有什么呀？回家洗洗就行了。我在想啊，什么时候咱们能到钦佩市工作，那就轻松了啊。哎呦，
那可真轻松了，每天就是航线啊、油量啊、天气啥的，跟飞行员没什么区别呀、啊，无非就在地上呗。所以说啊，在签派市才叫做是地上的飞行员。哎，这儿能在天上，谁愿意在地下呀？我本人今天六点本场飞呀、啊，又能飞上天啦。至于吗你们？同事一场。收到。有一个坐轮椅的特殊乘客已在安检处，那边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应，进入进去后由你们对接。好的，明白，走吧。哎，那边在那儿呢，这个人交给我们吧。你好，来给你。你好。哎，好。你好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先生您好，我们是机场工作人员，是来送您到登机口登机的。谢谢你们。哎，先生，您没有家人陪着吗？家人都挺忙的，其实我也习惯了。像我这样的残疾人，到哪都有人照顾，也挺方便的。其实，咱们也算是同行。哦，您也是机长。别打了，那么臭、啊！你才臭呢，我还想说呢。你比我臭多。瞎说！你自己闻闻你自己。好臭啊！说谁臭呢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有别人吗？你眼睛瞎呀？这都是人嘛。你是吴迪室友吧？哎，我是罗东，是夏雨同学，也是飞行员。交友呢？嗯。你再说一遍，谁臭啊？谁臭谁心里知道，小夏总，你可是这儿的名人，注意点自己的形象，谁都认识你。小夏总认识吗？这就是。夏总好。新女友啊？你后妈。本场飞太顺利了，所以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最爱的巧克力味。怎么这么有心？等着我。嗯。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不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吗？我妈说过年的时候你来澳门可以一起吃个饭。可是过年的时候我得回去陪我妈。